现在最重要念三皈依。南凯的大乘佛教不是眼前的鱼蚯蚓皈依，而是要观想来十方法界，所有地狱道有情，恶鬼道有情，动物道有情，人类有情，天道有情，阿修罗道有情，及个人累劫累世北部众生七水湖庙晚清这柱流产胎儿过去所台所家所伤害动物亡魂一切幽情，咱可以用打死高下拍死蚊啊，那么咱拢爱给伊向伊忏悔皈依啊。啊，来台南梁皇宝忏，台北新店大明讲堂梁皇宝忏，一切为离苦有情参加人等护持人等之历代祖先冤亲债主法会现场所写往生牌位，台南地区法会内外及一切应招请未招请之有情众生同来到场同享法会，发菩提心皈依三宝同享功德，信愿往生极乐世界啊！大家发起这个无限的悲心连线啊！这世间他方世界，包括这家高侠，爱被皈依三宝啊，我们都要拉他来皈依三宝，功德回向给他，跟他对咱的老布啊那样，要发起这样的大悲心。所以来，我弟子念名字。愿六道有情，父母祖先，冤亲债主，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啊，水陆空，哎，不是看那鱼啊掐，所有海水的、湖水的、江水的，啊，陆地的、空中的，有情轮回受苦的，只要皈依三宝，就有机会脱离三恶道，那就将来解脱成佛。啊，所以来发菩提心，皈佛、皈法、皈僧、皈佛、两足尊、皈法、离欲尊、皈僧、众中尊、皈佛、不堕地狱、皈法、不堕恶鬼、皈僧、不堕畜生、皈佛、愿发菩提心、消除贪心、皈法、深信因果、体证空性、消除愚痴执着、皈僧、圆满大悲，修持忍辱，消除嗔恚心，皈佛境，皈法境，皈僧境，皈佛境，皈法境，皈僧境，皈佛境，永不皈依天魔外道，皈法境，永不伤害众生，永不皈依外道典籍，皈僧深净，远离恶之事，远生生世世，直至成佛，永为三宝弟子，不伤害任何友情，决心保护所有众生，同成佛道。嗡普康，嗡普康，嗡普康。好，各位要用心观想，就像因为我每次都摄影机在前面，这个摄影机那其他的国家的信徒都在看，所以你心里要惦记着他们啊。虽然老母住在台湾，惊在美国，老母会想到惊未？哎呦，那我们所谓的菩提心是，你拢意念着所欲为轮回众生，念下善思如母众，难忍无量苦，意念苍生情。世世永不离，唵嘛呢叭咪吽，
啊，跟咱老母已经咧食菜啊，伊知影讲，那食肉将来破病对了差不多啊。结果迄个囝骨咧食肉，哎呀，老母心肝疼啊，老母心肝疼，但是呢，一直替伊做功德，一直替伊忏悔，有机会甲影响劝化伊。那各位安尼来，意念着阿弥皈依三宝，意念搁伫咧三界六道轮回受苦众生。所以为伊呢念佛、念法、念经，为伊呢努力打拼，所以一直用这个心来做任何的修行啊。啊，所以后壁咧降水，水甲降愈济愈好啊。你若负责倒掉啊，你搁负责倒水，你莫直直倒，莫。有人在倒水啦，倒水你等一下马上给他加满满啊。翻过来72页。啊，替伊说法，法就是药啊。那听十二因缘法啊，伫个佛陀过去说流水长者指金光明经，因为这台鱼啊听到十二因缘法，所以叫法陀脱离三摩多啊。哪一句呢？听到呵呵，那够法陀升天啊。所以咱大家拍拼给伊说法。所以我拄啊为高雄来啊，我咱家附近哇，足侪鸟啊、粉鸟啊，有人咧饲。足侪家伫遐，所以规个个饲米啊，饲米个将发个融入伫个米内底，融入伫水内底，然后这水个也咧即台鱼啊，毒菌啊，啊，所以呢，唔是干那得着水，各位要紧得着三宝个加持啊。所以各位后摆，你也得来念佛、念法、念经、思维佛法。不管你个虾米人讲一句话，你好吗？结果发拢伫个内底。你倒一杯水，互对方啉，你的功德拢伫内底，好唔好啊？你莫再去骂人，下来下昼倒一杯水互啉，对方来等于巴肚疼，因为你再去咧骂人啊。你倒一杯水内底嘛，歹的加持啊。现在流行叫正能量、负能量，要了解吗？所以你要保持自己有正能量啊，正的功德力融入在里面。特别今天来佛陀天降日。啊，世界各地所做一切功德啊，现在电脑网络正在播啊，尼泊尔这个世界最旧的啊大佛塔，满愿佛塔哦，四大教派，噶举派有冲古仁波切、明珠仁波切啊，四大教派都在那边办法会，为这个莲师莲花生大师受记的满愿佛塔做。大开光典礼，我们念一下随喜功德啊！所以莲花生大师说，只要有人接近这个满愿佛塔，其什么愿都满愿。任何众生到满愿佛塔一合掌一绕佛，三恶道门都关起来。所以各位，要去一遍么？哇哇哇，一定爱去呢！啊，无去这些哇浪费啊！所以呢，我们要利用各种机会，我们除了随喜。那最近啊，五台山的一个莲师大佛又在重新装帐，贴金，然后呢，为了如此，很多信徒今年念到现在，念了多少莲师七句七请魂呢？念一下，215亿，随喜功德。哎呀，我们要随喜啊！啊，所以世界各地都在做法会，所以咱嘛爱拍拼，虽然咱人无遐济啊。但是咱用心者啊，供万灯、供万水、大放生，连续5天6天的梁皇宝忏法会，供养众生，好不好？回向众生，融入大功德海。啊，所以各位呢，大家各自努力啊，所以呢，再把殊胜的佛法传播出去，所以大家一起说法，念佛大声，好唔？没人无声。爱记的哈，念佛讲经才有声，爱讲就好，爱发愿啊，讲是非就夹着嘴子，平淡讲，啊，那讲佛法讲好话就会出声，安尼好无？各位要发愿哦，像我也有发过这个愿，我老实说，所以我如果要讲坏话，我就好像一支针插在喉咙，我自己都有感觉，那不要讲，不要讲，啊，不小心就咳嗽啊，那不要讲，不要讲，这个叫有火化型，了解不？你骂人骂到会牵死，你无好发神哟。我骂落去很奇怪，啊，目睭若要看查某看查甫，目睭就疼，哎，袂使看。
心内要想查甫想查某，心就痛，哎呦，未使想，安尼叫做修行了解，有戒体，有戒体，要像广钦老和尚一样有戒体。人家医生强迫他吃稀饭，晚上嘴齿就跳出来，你看嘛，安尼啊，人家要把他钱放在口袋啊，那钱就跳出来，这叫做有戒体。啊，真心有发心在修行，啊，有戒体。所以各位，你要发愿，愿我生生世世起的贪嗔痴慢疑嫉妒种种烦恼或行为时，哎呀，赶快就制止，就有这个戒体制止你不要去做。就像老鼠去被电电到，砰，给你打回来，好不好？所以各位不要被电到，也不要故意去触电。哎，咱这世人有结婚谈恋爱，后世人要无？怕就怕钱嘛，不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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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除非你进了空性，揣伊是要躲伊。给一些好幸福，那个动机不一样啦，没有欲望的啊，基本上是爱该被戏，爱该无，那种是魔鬼呢，烦恼魔，你不要随顺自己，嘛就卖乱看，耳康卖乱听，鼻也卖乱鼻，嘴卖假吧，好冇？嗰啲假吧牙手，哇，无人敢牙手，你想起啊，伊也忏悔，那是老爸老母呢，哎，未使个假吧，未使个骂人，未使个公然鼠灰。那你要有这个决心啊！我那个功劳属于吹得得口腔癌，好冇？吹进暖气，敢发难发？下摆要来慈悲置业做义工，爱心发愿，冇袂使礼拜，冇袂使礼拜。哎，因为你要利益众生，你家己个烦恼无起改变啊，利益众生诶，好厉害还是对不对？因为这是大众的钱呀，大众的代志呀。啊，你个一个，哦，你这个人心不正，行为不好。那未使礼拜，啊，咱内底人啦拢乞丐，大家拢安尼，啊，歹的就未礼拜，了解吧？各位要有决心呐、啊，如果修行没有决心，成不了佛的，啊，负面的该断就要断，正面的该做打死也要做，要有这个决心，啊，特别各位今天已经会救命放生了，所以我们还要跟他说法呢。你讲话一半，伊也讲你嘛好啊，跟我说法，你搁咧假吧说法。你搁咧扯杂啵？你在说什么法？对不对？那你要说法，那你要有资格啊。所以各位对今日开始，唔通个无明贪嗔痴，因为你若无明贪嗔痴，你就去杀生、食肉、偷盗啊、邪淫、骗人、饮酒、食薰。所以你若有智慧，你就袂去做作；你若无去做作，啊，你就无歹异性，无歹异性就无歹投胎啊。所以万一你若去投胎做鱼啊，那你一世人就咧食细食，你来去投胎做虎，啊，你规工咧食歪；你投胎去做蛇，啊，你要食别人，别人要拍死你，啊，你就出可怜呐。这个叫世缘名色。那呀，你有了名色，那你就有眼耳鼻舌身意，啊，你就会开心去造业了。所以各位要了解这道理，啊，咱即摆要放心啊，发一个愿，对于今日开始，一直个幸福，绝对不爱杀生，好唔好？好唔好？不好的小徛在后边，我叫法师带你去忏悔一个礼拜，因为小堂要大超度呢。你搁会杀心开什么玩笑？你伫遐坐，我超度未来呢？哎，因为这个大蒙山法会，那边脚车足侪足侪无量无边的众生来，啊，那些众生，哎呦，这些人搁会抬啊，搁要食过来吧？安尼也走去呗，你就无法度个超度啊。所以各位呢，同就啊，你要再讲好，我绝对不爱做。哎，那你若真正做袂到，那同今日绝对不爱食吧，好唔好啊？等于也有见孝心，好好想啊！绝对唔能够去杀生、食肉、偷盗，男女搞邪淫、骗人、看 A 片，小朋友不能看 A 片，有听到无？对啊，爱骂啊，爱提醒啊，啊，无就去看 A 片啊，动袂调啊，查甫囡仔要看阴道的啊，查甫要看查甫的身躯啊。这世间就是安尼啊，正常啊。各位，咱过去拢安尼啦。各位老菩萨，我们老菩萨啦，过去咱好色、食肉，那起码要怎样要忏悔啊？忏悔啊，赶紧要来拜忏。哦，梁皇宝忏，哦，家财奉心，怕病超多。但是咱那个少年的讲，唔通做我过去唔对的代志啊，对不对？咱过去唔对，但起码爱有下一代唔通唔对。这个是宏观，因为咱的死啊，下一代佫继续佫咧传流这个精力啊，所以佫要用尽各种方法
把佛法让下一代一直传流下去。那为了要传给下一代，那我们自己要做模范，然后慢慢去影响对方啊，这同要紧。人爱找到生命的方向，自私是所有痛苦的根源啊，因为自私觉得有一个这个我要被安慰，我要享受这点安静，那么就造成生死轮回。但是佛告诉我们，为了对治这个我，最好的方法就是发起绝对利他利益众生的菩提心，一种愿力行动。所以各位要真发愿，你不要这边念众生无边誓愿度，话回完了，那来夹牛排，你连没夹到脆鸡哦，夹到宝豆啊，因为你刚刚明明发愿，那你现在怎么可以骗三宝呢？所以各位这个不要开玩笑啊，过去错没关系，现在不要错，你都好啊。因为台湾吃寿司有好吃不？确实就好吃，台湾人煮比啊。大家大家都煮得那好吃但是各位就不要再去伤害众生了，还要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佛道无上誓愿成。那么众生享乐感后烦恼贪嗔痴啊，生气啊，嫉妒啊，爱睡啊那这个烦恼你要发愿断除，因为你要度众生要断自己烦恼，进一步呢可以引导别人断烦恼。那为了要断烦恼，要学习断烦恼的方法利益众生的方法，法门无量誓愿学。但是就近帮助众生，各位要不要成佛？对，你要说我阿弥啊一定要幸福，这样啦你叫我阿弥啊一声，我一定就要幸福啦，因为我一切都是为了阿弥啊，活着是为了要幸福每天吃菜念佛做善事，我若幸福骂给我伤害给我，我拢要回来，我的净土，回解脱将来啊，幸福。各位要发起这个愿，你别再讲我做不到，我不想做，那这样不符合大乘佛教。所以各位要供养佛最好的方法叫发菩提心，实践四弘誓愿，真实去自利利他，那这样来发愿。那么咱佛愿，那其他一样，其他众生嘛，拢对咱佛愿，好不好啊？前面有几个空位男众可以坐一坐男众接近男众，对不对好一点女众远远接近男众，近近接近女众，对不对？这样不会擦枪走火不会有出问题这个佛教既然出家人了，那要保持这个戒律，这样好一点那法呢是不分男众女众啦，大家听闻佛法，实践佛法但是为什么要亲近法师呢？因为你不亲近法师，你的毛病没人知道，了解吗？你哪有可能跟医生说，医生我现在打电话给你，你看我身体什么病，医生说你把我摸一下观察一下，那所以你亲近善知识，那对方才会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能够改变你。所以各位不能不舒服，你如果不舒服很可怜很可怜因为你的毛病到底在哪里，烦恼在哪里，业力在哪里，不知道，没人知道。刚刚这里跟那波背波布，他怎么会好呢？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那一定要亲近真正的发菩提心的善知识，然后都去给供养，都去问佛法，然后和对方了解你的问题开发你的优点，那这样我们生命才会进步所以佛教是老师跟学生的教育，这叫本师释迦牟尼佛。所以一方面我们祈请好诸佛菩萨，但是有人问我说，那师父啊，请问老师爹都有什么所在？找不到呢？佛说你不用烦恼罪呢轻，归的明你要是有真正的发心，月亮就会现出来。你愿意做一个好学生，准备好了，动机正确，好的老师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会显现出来，这个你不要烦恼。而且老师有很多很多的老师可以教我们一切成佛的方法，所以大家真实发四弘誓愿，好不好？好啊，卖个骗啊！你要检讨自己，我真发愿了，我发愿就不要自私了薪水两万块、五万块，我本来想要五万块，这五万块去伤害了众生，未救未罢，迫害罪己，你莫去上班，刚完去两万块上班然后呢，别去迫害的社会。所以什么事情要以愿力，以利他
不能以自私为动机，这样会伤害到别人啊，伤害到父母长辈和北部。和北部雄心的人将来生了很坏的路地工，所以各位做查甫人要友好公公婆婆，啊，做查甫人也要友好岳父岳母，这是应该。啊，做北部的人要做模范，啊，做公司的做完了人，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啊，就像我们做出家人，啊，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认真嘛。明天我要离开这个公司了，我今天还是全度把他事情做得很圆满。离开就离开啊，不要让别人担心你会不会破坏公司啊，还要告公司，那可能你会得到你的目的，但是你这样的堕落三恶道的因啊。那这一点大家什么事情要想好，既然发了愿啊，真心的去做啊，那这样圆满。再来，为什么我们这样讲，有人给那边多所有红台戏也一样，多所有同台戏也多滚啊，多所有六道众生，那我们要有这个功德力啊，发愿力，那这样我们帮助的才够多啊。有一个重点，从南都阿的念佛，这才真正的念佛，是安怎？有对境，有大悲心啊，有大悲心啊，一直希望这条鱼啊安安全全，也希望往生的众生得到咱救命的功德，可以超度。有一个对境，你就会升起大悲心。那各位要把握这样，学佛人要活，要活络，也因为面对各种的众生，你就可以开发各种的智慧啊。因为各种众生有各种烦恼啊，免得太烦恼呢。所以一个人有法做大头家，员工一千个，公司个管啊就好，这人伊有智慧就管，想怎袂安怎好一千个拢安大薪水又高呢？要处理真济怪怪的代志啊，意外发生。因为安尼，所以有法度成就，各位爱有这个想法。那袂使学佛的人嫌贫惰，哈爱简单，啰嗦的代志我不爱做。那刚刚就像我坐在上面，我就话伊有搞无，迄有搞无，迄有搞无，安尼啦。啊，那各位你袂使讲啊，我贫惰做这個，啊袂晓做这個，啊你袂晓做这個，免得成佛呢。啊，所以各位个性不要太强，但佛性要开发。哎，我发觉在台南这个性太强，个性太强，你的服务众生的能力就不见了。叫什么？我就讲安尼就好了。啊，输了跳出来，点点拢无好。哎，想怎？还因为这个性太强。那因为你一直想我的想法，但是你要想众生的需要是什么？啊，宁可咱一下摆卡坐给两百对，后来的人那几位人买坐卡客，伊就来坐卡人，对不对？哦，摆个叭叭叭叭叭，哎，啊，都阿咧刷来刷去，给麻烦呢，啊，给啰嗦诶。那你要预先都准备好，所以我教恁安怎做义工，好唔好？你要做，要安怎做好势？哎，什么代志安怎摆，安怎摆，爱用好势？哎，物件要安怎处理也好势？这个都是佛法。佛法不是永远做听众、做观众，那你就是讲你买化解啊，是不是啊？啊，你化解拢化未起来，要安怎化众生呢？三千大千世界告助呢？那你要有这个愿力啊，所以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参与，要安怎去做好事？那你要有人缘、有法缘、有资粮、有智慧，那怎么样去安排啊？而且要发生什么状况？第一状况、第二状况、第三状况，你都预备好了，了解不？要这样设计好，要这样设计好啊！所以我刚刚一来，哎，那拢卡好啊，还没开始要签书啊，啊，就放心啊，未完呢。哎，那这样让义工站太久也不好，哎，牙好酸，牙固，你咋个记也无咋的发书？因为那三支好酸，你单小单要签书，对十二点半等啊两点也不爱签啊。我只来讲扛在边啊啦，先去坐啦，听课啦。那各位，这个你要学会啊，你要学会什么？你一看到这个事情就知道，这个事情时间上、空间上怎么调理？你不能说与我无关。那当然你要去问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延后？因为等一下议员要来，等一下立法委员要来，对不对？啊，不然等了锵锵锵，来啊来啊，我不要能够腾掉。啊，啊，做事情况，锵锵锵，哇哇，委员来啊，安尼啊，大家拢都来啊，
那让委员就造恶业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思考好，那在什么样什么状况？所以我各位看我的台顶了，哔哔，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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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代志？我还问啊，我当时叫出鼻，我咧哔哔，我甲看呢，我爱甲看，我无多。所以后摆姐姐要头就嘿，你的妈用在啊，免得我来我去，你一面就歹看咧。哎，后摆姐洗下来头就嘿，还跟他尿气啊，耳孔跟他狐狸，拢知影咧创啥？够他心通，是我要讲的这样，我知影意思。是要创啥？啊，所以到底要叫倒一个？从我咧挖掘，大家拢看啊，到底要叫一个？伊想伊想伊安尼，无论拢卖看，无论拢甲看，到底阁无人避开安尼，无避开两三个安尼。那这个时候，对这些我等下重新安排，后摆有一个跟他狐狸、跟他尿的接头精安尼，嘿，伊就才要创啥安尼。所以各位在佛教里面要千手千眼，反应要快，什么时间处理什么事，这个叫空。有了超越我执，了解状况叫空，融入于人事物的各种状况叫空，了解吧？纯度啊，已完来，我把机完了，谢谢谢谢谢谢谢，无人要插机完，无人要留意，无人要留意，我为了占掉，我要坐啊，那这样也不对啊！哎，给你给你，我嘛搬一块椅啊，给你坐。因为坐我文静就会照我嘛。哎，所以各位你要知道，哎，你要怎样，你也买观察。这个议员坐了，我看伊今日坐几工不爱走，因为今日无代志啊。你就慢慢来，这个一看知我不走，我脚床未烧就要走啊呢。哎，那你要稍微去思维，那顾虑的话都不用跟什么他心通，对不对？啊，那各位这个没办法，因为行菩萨道，伊也咧想什么，道观咧想什么，众生咧想什么，你拢爱想好呢？你莫我念经念完了走啊，鬼拢阿袂超度啊，暗时就对你等下你就免困啦。我念完啦，那念完啦，你无时光有超度无？我前一阵子各位看网络嘛，都阿咧发烧啊，咧掉点滴啊，对不对？我那个真的很痛苦。真的很痛苦，因为我们跑到苏北，有些蛮荒地带，杀业重，很多人被暗杀，哇，那个动机又不太好，对不对？所以那个地方风一吹就病倒了，就不要讲风里面那个，就讲就阴风邪风，了解吗？马上而且那个发烧，一口饭都吃不下，痛苦，那样好在时间短短两三天，但是后来就会有咳嗽，这个人家看我脸色，叔的脸色很不好啊。我说你才知道，都是鬼。这要慢慢超度，因为他们太量太大了。但是各位，这样快不快乐？快乐啊！愿带众生受无量苦，你不是在念吗？那你既然愿带众生受无量苦，那要七天的疗期，那你要每天很努力帮他超度吗？超度了七天，搞不好超度十四天啊，说3600万变成三个，变成通通超度啊，划得来，这样是不是消业障？这样是不是慈悲啊？所以不怕苦，行菩萨道为什么要有空性？未使惊艰苦，好唔好啊？未使惊鬼，师父啊，去帮我煲，惊就死。你后摆敢免去帮我煲咧？无啦，我扛纳古塔，纳古塔来卖嘛是鬼啊。那你现在就要突破自己的五境了，去帮我播，那也是怕鬼嘛，五境呢？因为呢，鬼有空性无，鬼就是魂，魂就是鬼，魔就是魂，魂就是鬼，赶快一念之差，转个念头就好了。哦，帮我播拢是未来魂，拢是白目，因起码咧艰苦，哎呀，对因慈悲啊！你要以发这个心去超越自己，不然你逃避帮我播，逃避黑暗，那这样。修行有成就吗？没办法啦，我们站在解脱道，我调侃个招去帮我播观想死的鬼，然后呢，和家己压力这个肉体，了解生死的痛苦，安尼才会生去出离心，要赶紧静下落去。